你为什么去我公司啊？还没吃呢吧？坐下来一起吃一点吧。你为什么要去找陈蔚？王妈，给她拿她碗筷。不用。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的生活啊？ 因为你是我弟弟啊，可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有我自己的自由。自由，自由是这个人有能力对自己的选择、行为和生活处境担负起责任的时候，才有资格谈自由。我会对自己的生活负责。要对你负责的那个人是我。个人的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前提。看来，那个老女人在背后告我状了吧？ 那是因为他不适合你。你又不是他，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我？是不是他拒绝你了，所以你才这么激动？这一点我倒是没想到，他居然会主动拒绝你。那是因为你威胁他。那是因为他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跟你在一起不会幸福的。你没有权利决定一个人将来会不会幸福。 我是你姐姐，我没有权利谁有权利。你如果一直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，我没有办法跟你沟通。那你有好好跟我沟通吗？那是因为你一直教训我，一直限制我。你现在说出这样的话，当初你说你要出去工作，我拦着了吗？你说你要自己出去住，我有不让吗？那你为什么要限制我的爱情啊？因为你现在经历的根本就不是爱情。你结过婚吗？你交过男朋友吗？你懂什么是爱情啊？ 姐，我好了，别说话了。总之，我不会同意你们俩在一起的。 送给你的，无聊。喂，我是来关心你的，你就这么对我？好点了吗？好点了。 你没事，我就没事。对了，我是来告诉你一件事情的，我也辞职了，跟你共进退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谢谢你呗？<笑>不用，至少现在还不用。等我抓到那个黑针 shop 的人，你再谢我就可以了。你有抓住他的办法吗？当然有，从他的 IP 位置以及删除日志的手法上看。 他一定是一名老牌黑客，有很强的反追踪以及逃跑经验。从网上追踪他，向大海捞针，本地追踪又太难了。但是，这种人通常是很自负的。直接说结果。哦，结果就是我在黑客论坛上夸张地发表了对这次攻击的看不起，引他出来。那抓到他了吗？嘿。 出来了，他网络上的名字叫做普罗米修斯，但是你放心，我很快很快就会让他改名，叫普罗米修斯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 爱情呢，就是一场持久战，我已经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了。你以为坚持就会赢吗？ 那输了正好啊，输了我刚好可以跟你投降，做你一辈子的俘虏。我看你不是来追求我的，你是来恶心我的。
我都没有让你喜欢的地方哦。有啊。什么地方？你真的那么想知道啊？嗯。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的地方。 我问你啊，那么多女孩，你干嘛偏偏喜欢我啊？合适就是最好的啊。我并不觉得我合适你啊。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自我觉醒。来，现在你自我觉醒一下，用心感受。用心体会。嗯。毁形象了。 当一个女生在一个男生面前完全不在意形象，大胆的做自己的时候，那说明她对那个男生一点戒备也没有，已经产生好感了。你看啊，我喜欢红酒，你怕酒；我开跑车，你骑机车；我研究时尚，你研究 IT， 你觉得我们两个哪里合适呢？ 这叫互补，知名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互补定论。你左一个理论，右一个理论，那实践呢？你那天晚上对我什么都没有做，你后悔吗？哪一天晚上啊？装，就是我喝醉那天。我不就告诉过你了吗？我那个叫做尊重。尊重。 一个美女在你身边，你无动于衷，那才是最大的不尊重。如果你觉得这是尊重，那我现在就来尊重你。装。 你是不是今天来了就没打算回去啊？啊？